我们列表中的第一个产品是 VOX TomPlay BBSLEB， 以及它音箱闻名的 VOX 所推出的贝斯综合效果器。此款无踏板的型号总计将近60种效果，并依照区风分为10种音效模组，还可编辑与储存使用者自定的20种模组。与同系列机种相较之下，本款价格更加平易近人，很适合入门者。另外，它不但适合外接耳机在家练习，也因重量不重且可利用电池供电而方便携带。不过一分钱一分货，此款贝斯综合效果器无法直接接电脑录音，购买前需注意。第二个产品是 Zoom B1N， 号称结合所有贝斯手所需的综合效果器，本款内建100种效果与68种鼓的节奏，还设有调音器及耳机输出孔，对于个人练习来说非常适合，可以尝试不同的音效，让枯燥乏味的练习增添乐趣。该系列亦有可追加表情踏板的 B1N 可供大家选择。然而可惜的是，此机种虽然音效繁多，但却没有设置供使用者储存自行编制的效果组合之功能。另外，旋钮相对其他综合效果器较少，在操作上比较不方便，需花时间适应。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 Bass Multi Effects and Amp USB Recording Interface Digitech BP355。 Digitech 身为有名的吉他产品大厂，但是所出的贝斯综合效果器并不马虎，本机种内建70种预设效果模组及70个可以让使用者自行修改模组的空间，还附有此厂牌独特的音响模拟。除此之外，其带有录音界面，可以直接连接电脑并下载专属软体，即可轻松进行录制。综合上述，本产品从练习、表演到录音都适用。不过由于已推出10年左右，虽然台湾目前也还找得到贩售管道，但官方网站已表示停售，购买前最好注意是否符合需求，也得考量后续的维修问题。下一个产品是 TAG21 Bass Fly Rig， 创造 Sans Amp 的 TAG21 所推出的人气款贝斯综合效果器，结合5颗贝斯手常用的单颗效果器及调音器，除了经典的 Sans Amp 效果之外，还包含压缩、增加饱满度、空间计、破音等。另外备有 XLR 输出孔及耳机输出切换钮，可以直接插入混音器电脑进行录音。由于本机种未内建音效模组，需根据上台旋钮调出自己想要的音色，适合熟悉单颗效果器玩法的乐手们，对于初学者来说较不易上手。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 B3 Next Multi Effects Processor for Bass Zoom。 Zoom B3N 最大的特色为拥有3个界面及6个踩踏开关，最多同时可以使用7个效果，这样的设计让乐手们除了能在演奏时明了使用中的效果组合外，对无需要多次切换音色的演出，用脚即可自由变换效果，操作起来的便利性较高。在内建的效果模组方面，其配置了 Sans Amp Multi Comp 等常用的75种经典音效模组，且本款备有 Looper 录音功能，不论是伴奏或是独奏都能一人完成，适合现场表演。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 Multi Stamp Bass Pedal Zoom MS60B， 本机种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最佳代表，体积小巧的它该有的经典效果却一个都没少，内藏58种单颗效果，还有6种音箱模拟跟30种预设模组。厉害的是最多同时可以使用4种效果，不论是初学者用以作为效果盘的第一颗效果器，亦或老手可以与其他单颗效果器做串联，为音色增添丰富度，这台高性价比的机种皆能让人满意。而且本品常见于乐器型或线上购物平台，想要入手应不困难。下一个产品是 Bass Multi Effects Processor Zoom B14，
初学者或想购入中低阶综合效果器者，不妨看看这款价格平易近人、贩售通路广泛的产品。其内建约40组的音效模组，并且最多能同时使用5种效果，可以不用按照顺序自由切换，对误入门贝斯手来说已颇能灵活运用。另外，由于本体是以塑胶制成而十分轻巧，且边角圆滑，尺寸还比 B5 来得小，不但方便携带，也不怕刮破乐器带。而且除了利用电池或另购 AC 变压器，还能够以 USB 进行供电，让各位不受场地限制，随心所欲的使用。下一个产品是 GT1000 Core Bus。Bus GT1000 Core 为 Bus 近期推出的新的高阶综合效果器，不论是单独使用，或是放在效果器盘中与其他单颗串连接适合。且其不但利用独家 AR 的技术模拟音箱带来的逼真音色，更备有贝斯专属音色，并能兼任吉他效果器，让乐手有更多选择，演奏也更加丰富。再者，本款效果器带有录音界面，透过 Bus 的软体，即可直接在电脑上更改设定或是进行录音，操作方便且直觉，非常适合宅录。整体设计可让练习、演奏、录音的品质更上一层楼。下一个产品是 Bus GT1B。定位为旗舰机种的这款效果器，以简约方正的外形搭配小巧的荧幕亮相，配上三个直觉的踏板开关、亮灯提示等，视觉上一目了然，并设有 Easy Edit 和 Easy Select 的功能，让调整音色变得更得心应手。除了机身内多达90种丰富的内建音效，其还支援外接踏板，且可使用品牌网站提供的音色库，或透过 USB 功能录制声音到 DAW 软体等，实属中阶贝斯综合效果器中值得参考的好选择。我们列表中的下一个产品是 BEX4 Zoom。这款综合效果器一共提供了70多种经典和特殊的效果模拟，不论是八度音、低音合成还是模糊等音效，都能透过它呈现出来，打造只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，且内建的演奏模式也能无缝切换音色和效果，对于现场表演者来说在操作上更加便利。更棒的是，其除了拥有50个可存储音色参数的位置之外，还具有自动保存的功能，即使设定完后忘了储存也没有关系，而轻巧的本体亦可方便随身携带，整体而言是一款相当值得一试的商品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